WeiHua 科技，由原深圳市WeiHua明板制造有限公司和WeiChuang真空镀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强强联合组建而成，是一家专业从事标牌 logo 铝型材挤出 CNC 加工喷涂精密五金产品制造企业。华科技一直昂立于行业顶尖科技的潮头，一路激情超越，创新致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全心意求精，争于至上，让世界看到更多的中国制造，为振兴我中华民族实体经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维华科技公司作为一家经营十余年的塑胶和金属表层处理行业的佼佼者，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海外市场步伐，让世界张开怀抱，远名海外。维华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们从无到有，从有到今，维华人以科技创新引领行业的变革，提供全球金属制品加工工艺，与如冲压、锻压、CNC 加工、铝型材挤出、刺印、注塑等主要工艺，完善边、雷雕等。公司也拥有专业的石刻生产车间，专业石刻各种不锈钢、铜、铝、铁、镍等金属材料石刻。维华人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质量产能双把控，为客户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提供坚实后盾，足客户多样个性化的产品需求，致力于为合作伙伴提供充满智慧的研发方案，从根本上提高企业产品华集团，十六载沧海桑田，春华秋实。维华集团建立了一个核技术团队，打造了一支优秀卓越的品牌营销服务铁军，维华总员工人数达1000多人，放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营造更优质的企业文化氛围，彰显人性化管理，提高员工身体素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公司配备了各项娱乐设施和健身器材，关注员工身心健康，打造企业与员工一体化长足发展的经营理念。我们服务的品牌与客户主要有中兴、华为、三星、联想、索尼、比亚迪、富士康、村田、哈曼、惠而浦、小米、大疆、格力、小罐茶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立足创新，专注品质，诚信服务，共同发展，是我们奉行的经营理念。真诚地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完美、高端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最受客户欢迎的合作伙伴。惠州维华的成立，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凝聚一批人，成就一番事业。我们向客户的承诺是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实施满意的服务。我们的经营理念是，我们把客户、员工、供应商、股东、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怀梦想，扬帆起航。